大学宿舍爱占便宜的人。你们有人用我会员了吗？我被挤下来了。我没有哎。王琦，王琦，你用我会员了吗？啊，死弟，我待看电视剧。你可以先退出来吗？我要看个视频。我马上看完的，你再等哈嘛。那你看完的时候叫我吧。要得。王琦，你看完了吗？我还差两集，要不你明天再看。为什么我明天看啊？我还没看完嘛，你再等一哈嘛。小辉，你做啥子？啷个把密码改的？小辉，你有买化妆品了？啊，我的水乳用完了，就顺便买了点。小辉，你买啷个多，用得完不？嗯，慢慢用呗。我看你买啷个多，那些小样都用不到，都给我嘛。这些我也要用的。小辉，你最好的，反正你都买了啷个多，想要的给我嘛。那好吧。小慧，我最近看你用这个皮肤状态好好啊。啊，这是我在识货 APP 上买的EO清洁面膜，它30多整整划算了60。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，总出油，我一周用一两次也不心疼。重点里面有亚马逊白泥和麦罗卡蜂蜜的成分，敷在脸上像酸奶一样润润的，脸上的脏东西都能清洁干净。重点评论区还有福利，超划算的。哇，我也去囤。小慧，你那个面膜可以给我用一下不？那我给你挖一点吧。我雇人来嘛。啊。王琦，你干嘛呢？用一次肯定不管用啊，我抠点慢慢用。不是，王琦，你怎么这么得寸进尺啊？管你啥的事儿嘛，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？王琦，你别用了。我给你们带大好多零食。王琦，你少来，我们可不敢吃你的东西。我都是单纯给你们分的。不用了，我们不太想吃。哎，你们都拿到去嘛。不是，王琦，你又打什么歪主意呢？我晚上不是要去吃火锅吗？我请你们吃零食，你们请我吃火锅，要不要的嘛？你想得美，收回你的破零食。